我也是可以战斗的。做到了，勉强躲开了。大门的防护算力快要支持不住了，准备撤回指挥室。我会告诉其他警员，优先保证你们的安全。管理员，快走，这里交给我。瞄准，我能射得远。闪电剑，免费的。你败了，将军。赢了，我有好好帮上大家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斯皮尔特坍塌了！三分钟前就恢复了，但是旭小队那边没有回应。难道姐姐他们？不，不会的。管理员，这里是东小队的维达尔和利维坦，我们已经抵达斯皮尔特了。有一座工厂刚才发生了坍塌，那里的氦能浓度很高，我们没法靠近。周围的人似乎都被那声巨响吓醒了，现在大家都穿着睡衣站在街上呢。我现在就去联系。风前方天狗，参上。管理员，需要在废墟周围寻找旭小队的线索吗？哎，只是这么简单的任务吗？那让我和那边。有熟悉的气味。哎，师傅，你要去哪？师傅，等等我！师傅，放下！这份技术，
即便被接踵而至的厄运包围，依然散发着如此耀眼的光辉。不愧是身负太阳之名的我呀！哎呀，是我宝贵而闪亮的精神得到命运之神的回应了吗？哼，这不是我亲爱的同事维达尔和小丽维坦吗？师父，要不我们还是去另一边看看吧。你们没事吧？管理员最新的指示是让我们阻止这里的这些外漏。啊，那看来和我们这边接到的任务一样呀。小心点，这批致谢封起来可和之前的那些不一样。清除目标。哼，在利维坦面前这些破铁块有什么好得意的。小心。师父，这些家伙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攻击完全不奏效呀？我的耳朵。喂，你对我喊句话。大哥，听得到吗？喂，大哥，大哥！蠢货，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你当我是聋子吗？喂喂喂，这里面的动静也太大了。晚出来一会儿的话，我们都要被埋在里头了吧。伊森，有三个人因为砸落的石块受了轻伤，其他人都无恙。电晶石的装箱怎么样了？只剩最后一车了，要撤退的话现在就可以安排人员上车了。比我想的要快些。诸君，我们来到这里已有半年，你们或许很困惑，为什么像我们米铁之家这样抱负远大的组织要跑来这里当安保呢？是为了暂时躲避科尔盖的追捕。是为了后续的行动筹集资金。为了取得斯皮尔特的支持。很好，你们说的都很对，但是又不完全对。很庆幸大家都没有忘记我们米铁之家的最终目标。没错，我们是终有安全、资金、技术。你们提的这些，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，我们还缺少一样最关键的东西，那就是力量。而现在它就摆在我们的面前。哎，力量在哪里呢？哦，该不会老大指的是猜对了，我们潜伏在斯皮尔特这么久，就是为了得到他们。兄弟们，把这些致谢敲到休眠，然后搬进车，他们日后就是咱们对付科尔盖的秘密武器。哦，原来老大早就想好了一切，这样资金武器就都到手了，还躲过了科尔盖最密集的半年搜捕期，真不愧是老大。哎，还等什么，一起把这些致谢扛回去吧。伊森，这是你临时起意想的吧？是与不是都不重要，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棒吗？你怎么能保证将这些发狂的致谢带回去后就一定能控制住？哦，
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。船到桥头自然直嘛。大家都还好吧？我没有事。操控室整个掉进来了吗？头疼，通讯装置好像也坏掉了。我还活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别喊了，尤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这么看着我。按理说，权限卡确实是可以停下反应炉的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难道哈法斯早就知道了权限卡的事，提前将权限范围修改了？这样的话，除了让他自己说出来，谁都不可能知道停下那些致谢的方法了。肖老师，我们直接去把反应炉破坏掉吧。喂，你们疯了？这三座反应炉可是花很大的。我是说，直接破坏反应炉可是会引起很大范围的爆炸的，可能还会波及到附近的居民区。可恶！与其担心这些，不如先考虑一下你们自己的处境如何。这个声音是哈法斯。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只会装神弄鬼的藏起来说话吗？对付你们这些蝼蚁根本不值得我出面，况且你们触碰到了我最强兵器的开关，已经离死期不远了。这是？不好，威尔，快躲开！风前方天狗参上。最后一击，呀！
我不会辱没了这份禁书。